有筍盤，做人要有遠景，要發達，要買呢一種單位。頂你個肺啊！就想咪玩我啦，仆街！冇問題，盡做。你頭先咪話黃商台有人放啊？開門見山，炒豪宅！我哋集結四個人嘅力量，一齊同時成為業主，升咗之後即放。你咪成日想體驗生活嘅，炒樓啦！炒樓就係香港人嘅生活。看住我只狗，我翻嚟再睇楼。我系衰冇钱，你衰冇原则，冇要求，冇尊严，冇灵魂。你唔使做，斋等真爱 ，OK？ 你呢度住咗几耐？我呢度唔系我嚟俾你住噶，女姐。业主唔可以住喺自己物业嗰度，我讲出嚟都觉得我分分地啦。你哋真系唔信我会打死你哋噶系嘛？你搞到间屋咁样，如果间屋卖唔出，我哋就坐艇，一世对住督口督鼻。想沟我啊？我话啫。你知又知就知噶你，呢位市民你冷静啲。你啲经纪真系恐怖啊，丝袜都扯烂啊！唔够饭食嘅人，佢命有乜所谓啊？你几红你都有心咯，好不好 ？Oh my god！ 搞出人命啊！破产就破产，收楼就收楼，唔好再搞啦！我翻去我打死你啦！我，喂，阿妈。